嘿，你这个臭搬运工，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哎，我说你是谁啊？你干什么呢？我干什么？你看看别人在干嘛，都在搬东西，你居然躲在老板的办公室里面偷吃东西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干什么？我看他们搬东西太辛苦了，我帮他们顶了一会儿而已。小王看我一天没吃东西，给了我个面包，我刚坐那，吃几口你就推我。我推你怎么了？别人在吃饭的时候，你去哪了？吃，不让你吃，吃。 我说你是谁啊？连我都不认识。我是谁？我可是这儿的管理，站好了，别给我嘚瑟。我早就听说公司来了个管理，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果然是本文不如一介了，比我想象中的更玩不着你。你既然早就听说了，那就给我消停点，老实点，听到了没有？ 是谁把你介绍过来的？这里的经理，听说过没有啊？哦，是郭雅丽是吧？对，就是郭雅丽，她呀可是我表姐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小心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郭雅丽居然是你这号人物的表姐，你等一下，我给她打个电话。摇人是吧？ 就算摇人，也轮不到你，我摇。看让我表姐过来，收拾死你！行，你打，我倒要看看谁会被开除。喂，表姐，董事长办公室啊，有个臭民工，我让他给我搬货，他跟我在这儿叫嚣。你呀，赶紧过来，给我把他开除了。嗯，你呀，就等着被开除吧。嗯、行，咱们走着瞧。 表姐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把他给我开除掉！你扒拉我干什么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这可是我们任总。任总，哎呀，任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才来了一个星期，不认识您。闭嘴！你的道歉啊，我不需要。郭雅丽，好好看看你的好表妹。 我好心好意去仓库帮忙，刚坐下来，吃了一口面包，他就给我扔了，还批评我要偷懒，赶快去仓库帮忙，好大的官威呀！你干什么呀？一来就给我捅娄子！表姐，你快帮我求求情嘛！任总，他也是刚来，不懂事儿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他吧。 不懂事儿，我看他是星光上的三把火吧，可是不巧的是，这把火烧在了我的身上，也不知道是你太幸运了，还是我太幸运了，被我逮个正着。你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往公司弄的时候，你不做调查吗？什么人都往公司招。任总，他刚大学毕业，也没有什么实习的经验，可能这有点权利呀，他就飘了。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表姐，你快帮我说说情吧，我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呀。任总，您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给他一次机会，如果我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早把他轰出去了。我来的时候就听说你嚣张跋扈，不知道平时怎么对待手底下的员工。我最后再送你一句话：天狂必有雨，能狂。 必有祸，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。不要仗着你自己有后台、有背景，这公司就给我胡作非为。还有你，马上带着你的表妹离开我的公司，你也不要再给她求情。还有，你这个季度奖金已经没有了，把它给我带下去。 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。站住！别碰！站住！任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小姑娘拿了我的手机跑了。啊，老板，你别着急，我跟您一起追。行，快快快！
妹妹，你快吃。姐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手机？这手机哪里来的？这是我捡的。捡的？从哪里捡的？给还回去啊！我不，这是我捡的，又不是我偷的。凡凡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从小咱爷爷是怎么教育咱们的？教咱们呀，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，不是咱们的东西不能拿。任总，你快看，是不是那个女孩？可是要是有这个手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给爸爸打电话了。妹妹，那也不行呀，我们不能拿别人的东西。你们三个赶紧把我老板手机拿出来，不然我饶不了你们。对不起，不该拿你手机，手机还给你。哦，没事，我也不会怪他的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凡凡，快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没关系的，小姑娘，一部手机对你们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几个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，而且我们从小都是跟着爷爷一起长大的，可是我们的爷爷在很早之前也去世了，后来我二姐她眼睛也瞎了，我跟大姐就到外面去捡瓶子，就为了给我二姐凑医药费。你看那么多瓶子都是我跟大姐辛辛苦苦捡的，我们几个平时想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，可是我们又没有手机，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去跟邻居借房借，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给我们用。凡凡，别说了，咱们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的，还得靠自己，总有一天只要咱们够努力，手机会有的。姑娘们，你们的事情呢我基本了解了，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。张秘书，你在这里看着他们，别让他们走了。好的，任总。老板，这手机不是还给你了吗？我妹妹和我们都已经道歉了。这，姑娘们没事儿，你们就在这儿等会儿。谢谢你在我最不好的时候陪着我，谢谢你给了我。小姑娘，你看你的二姐都变成这样了，光吃面包哪有营养呀？来，我这有些吃的，你拿着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谢你在我需要温暖疼。不用谢，我相信像你们这样既善良又努力的小姑娘，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姑娘们加油加油。我翻山越岭每一步靠近，谢谢你再苦从不言语。如我多么多么希望去吻的誓永不会老去，只等你。